好，这个球改判的还是吹中华麦卡洛在弧顶的位置，交给 Tionson， 球被刘铮抄走，刘铮一对一，没有太好机会，再绕出来交给中间的高博凯，高博凯进来，还是哦，麦卡洛抢下防守篮板，麦卡洛右侧运过来，中间起跳出手距，哇，麦卡洛拿球，厄博。要底线，至少苏世轩要处理掉了。苏世轩还要再给，哇，这个时间恐怕就不太够，剩下零点七，都有身体的碰撞。对，十二号的阿基挡下了高博凯。哦，这个火锅是苏世轩成功挡下了何乔登。很多的比赛都让苏世轩打到了先发的位置。外线的出手，菲律宾，他是并没有去守出来的哈。看起来是江怂的脸，哦，这手肘应该是被刘铮给打到。刘铮在晃球的时候，手下一波如果菲律宾再挡拆，再去做这样子的突面跟掩护的时候，大 B 哥是外围做 hand off， 球交给刘铮，外线赫伯起了，哎呀 ，Robert 三分弹，今年最大的成长，我觉得就是他的三分外围跟两分的中距离的命中率。是提升的非常多，但是说着说着，菲律宾队也回进了一个三分球，连续两次利用挡拆去产生三分外围的投射，并且命中。中距离急停，赫伯再投进一球。这个虽然是我们的主场，但是菲律宾来的球迷朋友，菲律宾的朋友，哇，人数也蛮多的，也不少。但至少胡顶出手，这球没进，整场篮板球回到菲律宾手上，麦卡洛往前给。阿基空中拉杆造成了犯规，我可以预测到这两队啊，就是最后的冠军对决。是，因为琼斯杯并不，因为就以阵容上，菲律宾队这一次看起来的确是最豪华的啦。那开幕战对上是好手的是菲律宾，尤其是这本届琼斯杯最强的两支球队。赫伯，哎呦，再一个，哇，赫伯举拿球往前推进，马建豪再给拖车。这里赫丹跳投 ，哇！对的是 Abretos， 这个传球危险，发生失误之后发生了失误，会打第一节的比赛。第一，昨天也是第一节百分百的命中率啊，在进攻端。哦，大号的三分球，菲律宾这里投进了，在韩国 KBO 效力的选手。高波凯被挡下来，挨了一锅。那另外一边 ，Derek Fenner 带不了跳投出手，力道轻了，篮板球真假，还在菲律宾这里。Fenner 外线再拔一个跳投得分。赫丹交给马建豪，外线又起了，哎呀，这个三分球硬的闹弹得出来，可惜了。这种次数。那其实最主要还是整个出手的选择跟命中率如何提升呢、啊？赫丹绕出来接球，外线起了，赫丹砍进了三分球。中间古阿美转身要单打，没进。其实大 B 哥在禁区的防守确实还是给了菲律宾一些。看起来麦卡洛是对这个吹判有意见的。在回防的过程中不断跟裁判 argue， 对，因为在退防的时候一直在对着裁判念经，是相当久之前了，可能回味二十年了。那今年看中华蓝队有没有机会再把这冠军杯留下。看赫丹防守扑出去，哎，这球传到脚后跟韩杰玉没办法接到，发生了失误，变成前面菲律宾的转换机会。哎呦喂啊，让一号的 Arreto Abrantos 在弧顶带球，古阿美做挡人， Abrantos 把球要回来，进攻时间剩七秒钟，再给底线 Abrantos 出手了，篮底下 Fenner Abando 面刘铮的看守，防下之后要买饭，向上这非常有经验，上赛季在韩国职篮 KBO 在安养队效力，明俊，韩杰玉，三分线外出手没进，篮板球拨打下来，
抢到之后，哎呀，这个球权他直接把这两分来帮中华队跨在积分板上。Derek Fender 切进来了，要到犯规。他的一些战术找寻到更好的一个出手选择。会球交给高博凯，陈英俊拿球撞进来，哇，这边要尝试单。本届赛事陈英俊在前面的五场出赛平均，而且英俊在本届琼斯杯不管是两分球三分球都非常够水准，三分球破四成，两分球接近六成的命中率。结果被抄到了，赫丹拿球，赫丹到底线韩杰玉外线起了被盖，这球才落在赫丹手上，后仰。菲律宾进攻 Abando 透过挡拆之后中间带不得起跳，哎呦，给的是赫丹斗战。两队的得分在这场冠军赛当中都不是太多，不管是退防的速度，然后半场阵地战给予对手非常多的这种身体的碰撞，所以导致球落到 Derek Fenner 手上。 Fenner 麦卡洛尝试救回来，外线是 Abrantos， Abrantos 又抢到球了，哎呦哎呦哎呦，Abrantos 上罚球是新名将 Johnny Abrantos， 过去也是菲律宾的国手，手上外线起了，哎呦，这个机会看起来是产生了。哇，冲进来的时候结果裁判给防守犯规吗？军赛我们中华队真的遭遇到一个巨大的考验哦。哇，毕竟这个对战的主啊队到现在只有拿下22分，但最主要还是已经把那个分数拉开了。那当然菲律宾昨天也非常清楚他们今天真正的对手是蓝队，所以在下半场也把几个主力换下去调整，就为了但时间花得比较长，让进攻时间剩下4秒钟而已了。高博凯推土机要转身进来，后仰跳投得分，麦卡洛低位要球，麦卡洛拉回来之后砍了，球交给赫伯，要投了，耶！空档机会，自己走步了。我空档就是要把握了哈。没错。上半场落后的一大原因就是我们在外线命中率有点太低。对手，对，他在找裁判转圈圈，对，裁判走步。九分差距领先在菲律宾这里。好，在暂停回来之后是赫伯上罚球线，贝纳带过半场看起来并不着急哦。麦卡洛送 low post 去找阿基，阿基有身材优势挤进来到篮底下，马进豪突破底线转移出来，苏世轩再给赫伯外线起了， Yes sir， 3831林俊带过来强行一个三出手进了，菲律宾进攻， Ravenna 跟阿基做一个配合，阿基再传何乔登掉禁区，何乔登再出来，阿基右侧切进来突破过来了，哎呦喂啊，Derek Fenner Jr. 这上半场最后的时间，陈英俊带来弧顶的位置，英俊不要运球，这个球没运好，好的，使得这波球权是中华蓝队的进攻。篮底下，哎呀，这个球差了一点点，可惜了。的动作，这两分应该是会挂回这个计分板上。是，啊，没错，两分给到中华队这里。麦卡洛拿球翻身跳投得分，麦卡洛今天得分没有多少，跟他在本届琼斯杯的平均超过20分了，有一段蛮大的落差。赫伯自己带之后急停，哇，哇，今天得靠赫伯度啊，真的是非常好。阿基弧顶出手打进了三分球，哇，他还比高博凯这个下手是来得非常快。何乔登塞给麦卡洛，麦卡洛再踩步被挡下来，这个球麦卡洛到了陷阱当中吃了一锅，赫伯往前带球被抄走，
其他菲律宾的选手有犯规也就只有一次而已，所以他们是没有任何的 foul trouble 的。特博长哨单打，哎，这个球可能裁判认为最后球有扎到赫，再次的机会，陈俊单打麦卡洛，苏世轩篮下的反攻，哎呀，苏世这个球 ，Ravenna 右侧压进来了，受到高博凯的干扰被盖了一锅，赫博往前推进，赫博中前罚球线急停，耶，哇，又是他。Banner 中距离起了球弹进去，二赫丹往外拉，自己来处理，赫丹选择三分球，哇 ，Nothing but net， 哇，飞了出去，裁判哨音没有响。现在阿基跟赫博还倒在后场，哇，阿基先回来了，外线 Derek Banner 出手，哎呀，三分球五投两中。哎，看起来是脸有被打到吗？苏世轩回传，赫丹中间转身要单打，赫丹被挡下来，啊，邦德的成功防守，麦卡洛冲起来，麦卡洛撞上去，进攻犯规，马建豪这边强行要杀进来，马建豪的出手太勉强了，高博凯拿到球之后转身的勾射，高博凯把这个球放。Bundle 外线没有投进，整场篮板的时候看起来给的是马建豪的。中华队之所以刘真打的时间那么少，是因为他很快就示范，因为上半场刘两成六的三分球表现，跳给高博凯防守夹击上来，时间快到了，拆弹陈俊，大号三分球投了进去，来看看发生什么事情。哦，结果是高博凯跟 Ravenna， 因为高博凯看起来推了 Ravenna， 所以这个三分球投进之后呢，因为 Ravenna 被吹进攻犯，现在剩下三分差距，过来，哎，高博凯把球扇了出去 ，get。这个是不要在我家 ，not in my house。哇，好大一锅！麦卡洛再突进来，选择多射的传球，麦卡洛后仰跳投，我篮板球拨打之后，哎，这里篮底下结果是苦阿妹捡到便宜，高博凯互相被对方拉倒了。底线，哎呀，做了一个时间，首先是中华队的进攻，进攻时间剩十秒钟，球在陈英俊手上，马建豪拿球就起了，哎呀，终于进了，麦卡洛外线拔起来出手，短，到前面交给高景伟，高调，哦，底下这个配合，哎呦，成功了，中华队球调给高博凯，高博凯。面对苦阿妹进来勾射，造成了苦阿妹的犯区的出手，是他的幅度拉高，基本上就已经投歪了，巨人之力，高博可以直接的攻击篮筐，又过了。